那个你要是中间之后，好像这地方就有点蓄力，有点在发力，感觉就是有这种起伏。我的理解是说，不要太去讲究中锋，这个是不要说刻意。这个是古龙哪个地方非得侧锋，哪个地方？古龙啊，你先说，剑不在手，在心中。那是这是高手才能达到的这个境界。剑